是公大人背对着本官，是为何意啊？周大人，宫某看见你就烦，故而不想回头，不可以吗？周大人不会是觉得宫某有移形换位之能，方才见到的不是本人吧？ 所有人都不用在外面守着了，安排人手在这儿看着，谁也不许离开。每隔半个时辰，便叫他一次。是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，少主？所有的火药已经运送到别院，守卫们严防死守，绝对万无一失。 父皇，别怪儿臣不孝，谁让你就偏偏相中了我那个废物大哥呢？记住，周围严防死守，绝对不能让里边的事情被外边发现。是。新欢。 傻孩子，你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啊？娘，我好难过。你说公子羽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你爹不是都说了吗？公子羽他已经有计策了。 是啊，我的乖女儿，你不要太为子羽担心。你知道吗？那小子呀，他多有计谋啊！你跟他斗了这么久，你占过便宜没有？对吧？对呀。那六皇子，他也是皇子呀。哎，那六皇子怎么了？他要真有大智慧了，那皇上为何不把东宫之位留给他呀？对呀。对不对？可是。 哎呀，新欢，你呀就踏踏实实把这颗心放回肚子里，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，那子羽回来呀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对。那爹，用我的一世英明保证，子羽一定会平安回来。是。羽将军，见过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不必多礼。 太子殿下，怎么你好像没有休息好？别提了，在牢房里待了一夜。我听说六皇子听闻陛下生病，吐血不止，已到了弥留之际，还非要见父皇一面。看来他是想将皇上病重之事搞得人尽皆知啊！在上演一出皇上去看他的时候暴毙，而后再以大孝子的身份顺势夺权，龙袍加身。 不必多礼，快躺着。冰川不孝，竟还要您亲自来看冰川。罢了，你可好些了？好多了，父皇。冰川呐，你娘去世的早，为父一直对你宠爱有加，但你这几次犯的错误，确实有些让朕为难。朕。
不罚你？那还请父皇尽早的禅位给儿臣，否则今日儿臣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放肆！父皇，儿臣已将300斤火药存于府中，你若退位让儿臣做皇帝，你便是太上皇。你若是冥顽不灵，那你我父子二人便一同葬身于此。和尚，御史冰川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父皇铁了心了要将皇位传给那个废物太子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天心国的鼎盛，我御史冰川便要篡位。放肆！来人，六皇子蓄意谋反，杀无赦。等等，这府上堆满了近日工部丢失的火药。陛下，好了，朕不能拿星海城的百姓的性命开玩笑，所以朕今日决定。皇上，老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竟敢闯进来，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吗？上！老六啊老六，你可真是个老六，你真以为这些火药能在我雨瑶眼皮子底下点着吗？老夫征战沙场多年，你真以为我是有勇无谋吗？况且我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女婿，公子羽，他不是在牢房吗？不劳你费心，老夫来帮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父皇，儿臣糊涂啊！父皇，来人呐！父皇，将这帮乱臣贼子给我拿下！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糊涂了！父皇，你杀了我！父皇！父皇！父皇！少主，赶快从暗道离开，属下为你抵挡敌人。废物，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。少主，你怎么？赵三，你二哥也被人害死了，你大哥二哥都被公子羽害死了。赵三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手都召集起来，我替你报仇。少主啊，大哥二哥死就死了，还请以大局为重。我一子落卒，满盘皆输，但公子羽